追楚乔传的小伙伴们一定对剧中宇文玥的那只苍梧鸟印象深刻吧，不仅拥有逗比体质，还能神助攻星月 CP。但萌宠苍梧鸟的特效也成为瓜友们讨论的焦点，最近连颖宝也自己调侃起苍梧鸟的特效来了。这不是特效啊，那是真的吗？那是因为是动画片。不仅补刀苍梧鸟，连快本导演都没能躲过赵小刀的刀呢。你要给我回答，然后我才答，因为你不给我回答，我就不知道我该。不行，我不会回答你的问题，无聊，你的问题无聊。看到颖宝补刀如此稳准狠，网友们打趣道：“不愧是赵小刀，论补刀，我们只服你。”除了补刀，颖宝还是大姐的吃货一枚。采访现场看到龙虾，他两眼直发光。那个可以带走，可以带走，可以带走。除了吃货属性暴露无遗，颖宝还调皮的炫了把富。挂了大池塘的人，在金钱方面已经得到了满足。如果有钱呀。看见颖宝这小得意的表情，小八哥表示：好啦好啦，知道你是最棒啦。